读书，自主室内设计，然后就在那边做工。从开始设计这个纸田，它是一个很 relax， 像自己家的一个环境。还有的就是说，它能够带出这个环保的意识。我们用了很多木的东西，像我们的家私，我们都会用那些 recycle 的 furniture， 然后就是带进很多这些植物进来这个环境。三个 P passion 的这个方面，就是 passion for food。我们希望说，就是从我们自己这个饮食方法，希望从这边能够推广出去。那 people 的方面呢，就是餐厅的员工，希望说这个地方都能够启发，能够学习。那来餐厅用餐的这些顾客也是一样，墙上挂的一些字啊，餐具的这个杯子里面啊，这些字条都能够有不同的这个感受。那环境，也就是说，如果说讲真正要保护环境的话，其实从吃开始，其实是最基本环保的一个举动。这个拿出来，这个放在这边啊。OK， 给他了，本来是给他了。啊，我本身是澳洲注册的自然疗法师跟草药师，在十五年这个时间，我是注重在看诊。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二十年前啊，因为有一个养生的一个集团，他邀请我去那边讲座，然后我就从那边认识伟光，因为伟光在那边也是做义工，就从那边认识。但是我们没有说会想到合作什么，因为他本身的工作是室内设计师，我本身是治疗法师。因为我发现他也是对这个自然法东西很有研究，很有兴趣。他也是对食谱啊那些补丁啊很厉害的他。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始做纸田的时候，我就是很有兴趣做这类的餐馆。所以从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很简单的方法去改善人家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要泡的是很紫田的一个很特别的茶，叫做 People Cell， 啊，已经六种草药混合在里面了。其中我们有东方的草药跟西方的草，比如说我们有荨麻、香茅跟这个玫瑰在里面的等等的。你要把它盖起来 ，simmer 大概十分钟这样才开始呢，会比较好，因为它会吸收那个药性。这个皮革沙是用来排毒的，所以清血的、清肾的、清肝的。它又不会很凉性，又不会很热。所以这个草药里面都是有机的草药。在食物方面，我们这边不完全是有机，就是一些酱料是有机，香料或者是野菜。因为如果说讲在大自然里面，这些野菜它们为什么不需要这个农药，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很强。其次是很多东西，我希望说从传统的食谱，可是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一号的开心就是调整，行，好的。在毕业之前，其实我妈是因为癌症去世。然后我发现说，除了我医生给的三种，就是要不是化疗，要不是动手术，要不然就是 radiation 以外，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嗨，那是干部。那个时候是在一间书店里面看到这个《癌症不是绝症》的这本书，然后我又发现说，哎，它后面有新加坡中心的地址。那我其实就是从那边开始接触这个生机饮食这种自然疗法的这个概念。啊，我们
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店里的那个招牌饭，这个纳西卡布，加一些橄榄菜。一般的纳西卡布都会用这个兰花染这个白饭，可是因为我们是用糙米饭，所以我们全部再用那个兰花去染它。然后就把这个饭放在这个模型，然后才把它放在盘里。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是配料，那主要就是有包得很细的这个沙格，这个是甜菜根、黄瓜，这个是四面豆，然后这个是莲丝。为什么会是我们的招牌饭？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最后我们加进去的芝麻酱有带一点甜酸，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一锅很开胃。Thank you。 我本身有一个尼泊尔的主持人，他来我的诊所看诊，然后我们做一个朋友，然后有一次我就想到去尼泊尔走一走，因为我听说那边的山很美啊，然后我就跟伟光讲说他也跟着我一起去那个尼泊尔。马苏格哥两个，然后比萨也是马苏格，比萨也是马苏格，先是天主教徒，所以礼拜天他就想要说要去教堂，其中一个教堂有被炸的。去到那边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这个 Father Richard 这个神父，他们教堂旁边就有一间学校，那间学校就是给这个比较贫困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就跟史梅森谈了过，因为我们之前在新加坡就有每一年圣诞节之前我们都会去跟朋友就是筹钱给一些像老人院啊或者孤儿院这些。那一年我们就想到说，哎，不如我们那一年的圣诞节筹的这些钱，我们拿来捐给这间学校。然后，这位神父他是说，现在这个学校因为他在城市里面有人赞助这个学校，他说如果你希望能帮的，你可以去另外一间一个学校，在村里面的，这是没有人认识的地方。然后发现说，哎，学校里面164个孩子，差不多95%的孩子都没有交学费了。那我就在想说，哎，如果说讲能维持这间学校的话，我应该能够做得到。所以我就打电话跟史维森说，我们想承担起就是维持这间学校的经费。Well, so you have eggplant salad, maybe a spicy sauce beside mineral water, one and aqua coffee.那因为当时在那边住的时候，我也发现说那边的青少年很多没有受教育，所以也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想说在尼泊尔开餐厅，那过后因为发现说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不高，所以就想说万一就是在那边做的话，又要养这些孩子又要养这个餐厅的话，可能不能维持，就想说是，哎，不如把整个餐厅带回来马来西亚这边做。谢谢。